各位电视机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公立好利哉，我是吴雅婷。农历春节就快要到了，您想好要去哪里玩了吗？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哦，就是有一个美丽蕉城之称的旗山。那我们今天节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旗山区公所的区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要来跟我们讲究竟旗山有什么样的好特色。那首先我们欢迎旗山区的区长黄伯雄黄区长。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谢谢区长哦。那因为农历春节就快要到了，旗山是一个非常多人喜欢去旅游的地方哦。那我们在介绍旗山有哪一些好地方之前呢，我们是请区长来跟我们了解一下，来向我们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有关于旗山的背景，究竟旗山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旗山是一个交通的要冲，是它假如是从北方来，就是从甲仙哦、纳马夏、山林到达旗山、嗯、那另外一个就是从台南龙崎、内门到旗山，那另外一方面从田寮也可以到旗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从屏东、美浓、高雄也都会经过旗山、哦、所以旗山是一个交通的要冲，它是一个枢纽的位置。对 对, 對，是是。那旗山有关于旗山呢，它的人文特色有哪一些呢？那旗山早期就是因为是一个交通要冲、嗯、所以说它是一个产业的一个交流的集货中心、嗯、那一开始旗山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哦、是啊，外地人来到这边，那他当初就是因为种这就是很多的一个丘陵地啊，所以说很多人就种植一些香蕉啊，是、嗯、那当早年的时候香蕉非常盛行，是那尤其是日据时代香蕉的产量非常高、嗯、大农民就是种植很多，有大量的外汇进来，所以说他们当初是非常有钱的一个蕉农。是，那旗山的香蕉真的非常有名，看今天区长的穿着就知道旗山的特色就是香蕉，然后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些像是旗山的、嗯、农特产品啊，香蕉啊等等都是非常的有名哦。那我们知道呢，年节都快要到了，那旗山真的有非常多的好地方可以去玩哦、嗯、那是不是请区长帮我们推荐几个旗山的好玩的景点呢？好，因为早年就是因为香蕉的交融很多钱，所以造就了很多有钱人家。哇、哦、那有钱人家就会盖的很多的以前叫豪宅啊，现在就是我们旗山老街的巴洛克建筑、嗯、这些都是以前有钱人所盖的一个建筑。那日据时代日本人就把它规划为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街道、嗯、方方正正的。是。那除了老街的巴洛克建筑以外呢，那过来就是有米仓。最近我们农会在文化局的补助之下已经建造了一个米仓。听说有个碾米厂是不是？对对对，就是一个碾米厂。是。对。那我们假如在游玩旗山的时候，我们是建议说从那个碾米厂开始，然后过来就是旗山车站。嗯嗯，是、哦、早年的旗山车站运输非常发达，后来就是旗山老街，后来就是旗山的天后宫，哦，这是一个市定的古迹，哦，三四百年的历史，然后过来就是可以到达我们的武德殿，就是旗山的武德殿，日治时代供警察然后建造楼道的地方，过来就是到我们的古山公园，还有到达我们东南亚最大的孔庙可以去游玩。哇、wow, 所以啊，东南亚最大的孔庙就在旗山。对对，面积最大，面积最大的孔庙。那我们知道旗山真的非常多的好地方哦。那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在每次在过年的前后呢，旗山会办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就是灯会的活动，就是想请区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呢。好，那我们以往的灯会哈，就是比较以前传统的，就是说哦，今年是羊年，就是羊灯。对。然后我们去年就是用一个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是、欸、来展现我们过年的气息。那今年我们是打破以往的一个传统哈，就是我们要结合旗美九区的特色的灯哈、哦，包括我们旗山的香蕉灯、美浓的紫伞灯、哦、六龟的龟王灯啊、哦，还有内门松江镇的那个意象的一个灯。还有包括纳马夏的水蜜桃，那个甲仙的蚵仔，然后那个六龟，就是桃园的梅子，还有茂林的紫斑蝶。我们有九区的特色灯会展现在我们旗山老街的天空上。哇、wow, 这样子非常令人期待，就各区的特色然后点亮旗山的夜晚，这样让旗山越夜越美丽。对，那是不是跟我们观众朋友预告一下今年啊的那个旗山灯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呢？那旗山灯会我们有分布几个大区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桥灯、嗯、那我们桥灯就是用我们微笑的香蕉来
来衬托出你一上到我们的新旗尾桥，要进入旗山的入口的时候，就有看到我们微笑的香蕉灯，啊，过来就是我们的树灯。那沿路上我们都有树灯哈，上面吊一个苹果灯，代表的平平安安。来到旗山就会平平安安。是，过来就是老街的意象灯，过来就是我们的一个武德殿里面有拱门，那拱门有一些意象的拱门灯。是，过来就是我们孔庙有把那个就是农业局借我们的一个高通通的意象，就在那个孔庙上面，可以增加我们认识高通通，那欢喜通通来了。哦，也有这个很好的寓意啊。那去年的主灯叫做幸福灯，那今年的主灯是有？我们新年的主灯叫做奇美迎新春，幸福通通来的一个主灯。是是是。那听说啊，就是有一个小猪回娘家的活动，是不是？對對對，就看我们前面这些喜气红通通、很喜气的那个小猪，就知道是不是？请区长帮我们预告一下，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康的事？我们小猪回娘家已经办了。今年第三年，受到观众朋友非常喜爱。是，第一年都大家抢购一空。第二年，我们为了要让小猪回娘家，我们有加码，就是假如你有存钱拿回到我们旗山天后宫这边加持，那我们再加码给他一只的那个小猪，让他再带回去，能够财源滚滚。是，今年是迈入第三年，我们也是持续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就是以往有拿到小猪的，只要回娘家，我们就再加码一只给你。其实我们是里面就有放10块钱的在里面。里面就有10块钱。对，然后我们的观众朋友拿回去以后，把它存钱进去，那整个都会财源滚滚进来，这样。对，真的是非常喜气。就第一年是发送这个那么小的小猪，对。然后第二年拿小猪可以换中猪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今年就换大猪这样子，對對對，非常的特别，而且很喜气。那今年呢，旗山灯会呢是办的比以往更加的多元化嘛，就是有更多的活动，例如有这个小猪回娘家嘛，因为以往都有办，只是猪越换越大只这样子。對對對。那今年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活动吗？最主要是我们还有美食区啦，最主要是说，因为我们旗美酒居很多的农特产品，那我们希望说透过我们这样行销，让我们旗美地区的农特产品还有相关的美食就集中在我们这次的灯会里面，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到旗山不用去到别的地方，来到旗山看灯会就可以吃到享受旗美酒区的一个美食。是，那像是这个就是串联各个区域的特色，然后集中在旗山这样子。對對對。那旗山主要的农特产品其实是香蕉嘛。对。那其他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旗山的特色？现在为了要发展整个香蕉的附属产品，我们农会啦，我们相关的社团都研发了很多的附加产品，包括我们的香蕉蛋糕、香蕉蛋卷、香蕉冰淇淋、香蕉的一些餐点都有。都有来那个供应出来，这样是就是增加它的附加价值，也多元化的去推广香蕉这个特色，这样子。对对对。那今年的香蕉的产量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呢？今年香蕉产量也是蛮多的啦，但是冬天香蕉比较贵，然后我们6到9月香蕉就会比较便宜。那6到9月我们会跟农会结合来办理香蕉文化节的这样的推广活动，增加农民的收益啦。是，那。对于旗山的香蕉，因为非常有名嘛，那它也是非常的好吃，品质跟量都有兼顾这样子。那除了内销之外，旗山的香蕉是不是也有外销的一些需求呢？目前还是当然高品质的香蕉，我们还是会外销到日本啊。主要是基于现在各国都在竞争，包括马来西亚、菲律宾都有种植香蕉，是那竞争的很厉害啦。那我们蕉农也是尽量内销，只要可以的话，尽量就是。内销，然后赚取一些那个经费，这样。是是是，那我们知道旗山真的是非常好的地方，所以它的种出来的农产品其实非常的品质非常的好嘛。那旗山除了就是香蕉的农产品之外，是不是也有其他农产品可以推荐给我们吗？因为像是刚刚区长也有介绍嘛，像是有什么吗？旗山除了香蕉以外，我们在南胜里，就是林口那边靠近大树那边有玉荷包。玉荷包。其实我们。旗山的玉荷包去大树比赛都是得第一名的，是，但是我们旗山的玉荷包是没有去推广，大部分都是用了大树的玉荷包去，推广去，就是说去行销。是，那另外还有芭乐啊，其实还有芭乐，还有陈蜜，其实现在到旗山，现在陈蜜正在盛行，就是小番茄，黄色的小番茄陈蜜，
这样也是农民种植的很多。那是因为旗山它的地质特别的适合一些农产品生长吗？对对对。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旗山真的是那个非常的丰饶的一个地方嘛，就物产也非常的好。那有关于旗山还有哪一些好特色呢？我们下段回来告诉您。过马路不当低头族，脚步快一点，安全多一点。车让路，人快步，生命有保护。妹妹啊，去洗碗咯。妈妈说女孩不会做家事会被人嫌，爸爸说女孩读理工将来会很辛苦，他们为什么不对哥哥这么说？CEDO 让女孩有发挥潜能、平等发展的机会。我可以当科学家，我可以做工程师，我甚至可以开飞机。我可以，你也。哎，莫非是情书？啊！在下不需要，请别再来了。是的，我知道，我已记录并将停止利用你的个资行销。接到银行电话行销时，表明您的意思就是维护您的权益。若不愿意接受行销，应明确拒绝并告知。你是否有充分的了解？若接受行销，应充分了解商品内容，交易成立需要签约。电话行销重诚信，明确回复免烦恼。